谢谢你们，那是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的心声了啊。我念给你们听的，就是说，所以将经过一个月，我的心还是有千万只难在钻洞一样，说不出苦了，说不出的乱和酸。这个月来，大家辛苦了，我真的感谢社会大众对我们大埔师傅的声援和鼓励。 我们永远铭记在心，谢谢你们。这几年来，深受政府征收之苦，我知道不是只有我受害，有更多人受到不公义的对待。这个月来的心境虽然跌落到谷底，但我知道我不能被击倒，因为跟我相同的人还有很多。我要擦干眼泪，勇敢地走出来。 我希望我是被不当征收者的最后的一个人，一个受害者。最后，我还是要再次感谢社会大众给我的力量与支持，真的谢谢大家。最后，我有个心愿，就是延屋延地重建，祈请大家共同完成它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